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小智，哎，出车了。我干强奸呢？哦，啊，对啊。你怎么知道这台车一定要拍？不管，你是谁好的？没有骗的，没有骗的，不管了，一定要拍。对，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没有？嫂子卖饺子，实在好吃哎、欸！哇啊，我忘记啊，我忘记你对女生没兴趣啊！啊，拍谁？拍谁？我不能对。什么虾啦？哎、欸，三角形的呢？哎、欸，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时候2009年的那个时候的。繁星一坠，已经一坠。啊，两 rap。啊！不要不要！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太激动了，我那骂脏话。有啊。你刚刚哪一趴听到我骂脏话？听到。这个就是让邓峰人连那个车尾灯都看不到的 Impreza。Impreza 丢。哎，好，我们那个泪眼渣卖掉之后，好久没有再嗨一下了。对啊，好不好？没有再练财了。没有，哎，那泪眼渣卖掉，没有练到财呢，了不起啦！我买那么贵，我买的时候看它里程少，买贵，回来才发现那个里程是麦。好，那就算了，也没有特别多啦。好、变慢也了不起10万而已，可是又花了妈做大保养啊，改排气管，改大包，然后换水泵补什么妈大保养，整套做完，然后卖掉了不起。所以希望这一台回来可以嗨一下。头又摇尾巴，走，哇嗨了！哎、欸，祝八路的收息，规个都拢嗨起来。哦，看到不？有啊，进气孔，进气，嘟喂。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干！妈，你笑那么大声？哦，为什么屁股？他也是 Impreza 啊，对不对？啊，这什么胖胖胎？这上面甜甜圈胎，你跟他讲，那是 OZ 是 DG。哇，这碟盘，碟盘，吃钩，看小市场知识，怎么看碟盘还可不可以？哎、欸、啊，要冷的时候，我刚摸，突然下热的，看好久没被烫到。首先。好、哦，你要像这个摸你女朋友的大腿的那种轻那种力度，哦，那种慈母石的节奏。好、哦，对不起，我忘记没有女朋友。好、哦，你摸过去都腿毛，也不一定、啊。慢慢的轻触，哈、哦，这样回归，一路呢到它的这个通风箱连到天边的这个边际处，滑过去的时候呢，你要感受一下有没有橘皮，好、哦，这真的跟摸女孩子大腿一样，好、哦，有没有波浪状的橘皮？然后到边缘的时候呢，你要觉得说有没有一个这个沟槽，因为我跟你讲，夹都夹中间嘛，你把这洞铺在底下嘛，夹都夹只会夹在中间这一段，这一段嘛，所以边缘是夹不到的。那这边越磨越底，越磨越底，是不是边边就高出来了？所以如果这个断差很大的话，就代表这个洞挖不行。例如这一台车，你看这个我已经完全这边有个断差，抠掉有声音了，它、啊、就一个断差，好、啊哦，所以这个已经不行了，这洞铺在也不行。因为它咬得不平均，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像泰山的肚皮一样这样。看那胖胖泰，哎、欸，这干这软皮沙呢、欸？啊，软皮沙还有开孔哦、喔，还是有啊。行道哎、欸，有没有跟客人啊？没有、欸。啊，雇什么车？几年的？啊，就我提啊。去，去，now。来啊来啊来啊！哇、啊，干了软皮沙干嘛啊？你知道软皮沙是1500的。107匹马力啊，比 GoGo 罗他妈的还要慢、欸，绿灯油门补下去，来 GoGo 罗朋友，呜，冲出去！没有，不是这样 ，GoGo 罗不是这样，像不像？像，有没有？有啦。看你啊，林娇伟哦，我换了软皮沙哦，我原本硬硬的东西都变软了。啊，你看这外表那么脏，大灯又泛黄。而且我跟你讲，当初这一批哦，我不要蹲下来，我这个角度看不到，我就跟你讲，是不是没有雾灯？嗯，没有。当初这一批1500cc 的，连雾灯都没有。好啦，那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车，好不好？嗯、啊，能回啊！你喜欢头摇摇尾巴，难怪他妈的连石盖哥哥车尾灯都看不到，因为你开软皮沙。哎、欸，内装还蛮干净的，这个要称赞一下。你看一下，它这个韩兜乳有没有？你有没有印象？我们那时候去试那个 STI 的时候，就是这个韩兜乳，三角形的。也不是三角形啊，一二三四六角形，六角形，干去算，去算，自己后置一二三四五六，哪六角？一、二、三、四，不是这样看的，看呀，你他妈你念什么广告设计还是什么？
商社，商业设计，妈被你设计过的商业都倒了。OK， 一二三，也一二三四五六，六边形，没有那个任何的按钮。我先看跑几公里，好不好？两球变天条，现在天条变两球啊，发动了，好不好？麦克连消威啊，我跟你讲哦，我坐进来闻它的内装的味道啊，跟看它内装方向盘的感觉。赛车里程一定不高，2008年十二年的车，来，你猜猜，我已经跟你讲，我觉得赛车里程应该不高，十二万，那不一定，你不一定要相信我的 ，OK， 好，我猜，我就猜这个 ，Believe yourself，OK，OK，Trust yourself，OK，OK，You're the best， 多少？你猜多少？我加一下13，我猜这台车不会超过10万，不是哦，绝对不能相信这个小师老师的话。欸，你知道有一些阿里欧不是啊，阿里欧那个对岸的这个同胞们，他有时候就是他们也会私讯我问我一些问题，受宠若惊呢，真的吗？他们对岸那个车品那么多，翻墙翻到我这边来问，请问小师老师哈，您台湾那边是吧？没有，他是文字啦，哦，是我自己想象成北京腔的啦，您那边是否有什么某某某的这个汽车的零件啊什么，都还问我零件，我说哎，不好意思，我是卖二手车，不是卖零件，重点是他们都会叫小师老师，他们的习惯，我是小师不是老师，好不好？好，不要叫错了，就这样，你的重点是这样，我的重点是这个，问懂车帝就好了，懂车帝，懂英帝，专门在处理一些到英国留学的事情。英国留学，请看懂英帝，懂车靠不行吗 ？OK， 对不对？有懂车帝不能懂英帝吗？可以啊，可以啊。里程啊，我刚猜多少？13，这不会超过10万，还要相信小师老师的话哦，好不好？96000，96000，自己来拍哦，真的。欸，有手自牌呢，欸，这个车整理有整理一些垃圾起来，应该有打算卖啊，喔，也是红光的，不错，不是50红光那个红光啊，红色的光，好，哦，龙膜，我先看这个螺丝，这个车当时要70几万，算贵吗？应该普通吧。你知道在看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泡水？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看有没有泡水？有没有泡水？看那边。对啊，这边可以大概啦。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头混有点多，头混就是这种，你看，分层，哎呦，有没有？头混就是有一点黄色的土，所以我看一下，而且哈，再来第二个，你看，我看这螺丝有点氧化的痕迹，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哦，你不要以为我们这边潇潇攘攘，我是有在看的，一哥爱，一哥爱哟，今晚是要绕银幕。是鹰眼，不要像泰山只要屁眼而已，这个黑色就 OK 的，好，但是如果有一点点那种黄色的土就要注意，你看，你看这边氧化，你看这边就是氧化，擦得掉就是氧化，它表面有结晶，白色的，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在估车不是说妈螺丝看看什么，我们真的是要从小地方去注意，有很多人说哎，小师啊，你都没看有没有泡水哦，怎么样的，其实我们要从外表的一些症结点，再来决定说我要不要更认真看，所以看螺丝只是一个初步而已，我们是先看门啊叶子板螺丝有没有拆，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再往内看啊，如果外面都没事，你看里面干嘛啦，这个没有隔山打牛的呢，不是看起来没事哇干呀，过两天吐血身亡哈，是的，请问他妈法官大人你要不要告我谋杀，对不对？那可不行啊，是哪部片吗？好像大概知道啊，啊，把那个张小四的小拇指的指甲打断，你不是？哎，不行，不然等一下我要看一下真的有没有泡水。好，所以这个螺丝生锈只，哎，那个结晶有没有？氧化只是一个契机，好不好？我这个拆起来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客人来估车，我们都很不喜欢把人家拆这个。对，为什么？啊，被人拆断掉怎么办？你看，像我现在我就快拆断掉了。看啊，怎么拆不起来？拆不下。我很怕拆断，没有，我不敢用力啦。还没买到啊？对啊，妈的，你买给他断掉，给他赔。你，车主在哪里？你哪队啊？不是啊，不要猜好了。刚好我觉得这根很可怕。我先，我看这边，我看这边，看线组。哇，他这个扒得很死，组装的还真不错。来，登记我一下。没有。我们看，我在看哪里，你知道吗？这个洞里面，对，这个洞里面有没有黄土？对，啊，你拍不到啦。可是啊，你看哦，它虽然洞里面没有黄土，对不对？对。可是它这边是有一些头混。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些头混？
这个这边，嗯，有没有？有。那这个很简单，载车可能以前哈，可能他住的地方，或者是说他是在假设他有去工地，好，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或他住的位置有关系，红不会刷比较大，所以他会黄色的堵的粉尘是会发生的。对。那所以才要往里面看，因为粉尘不会掉到里面去。泡水黄色的组织会跟着水进去以后干、嗯、掉附着在上面，跟这种我们手一碰就可以粘起来的这种粉其实是不一样，这个是一个经验呢，好不好？不是说哦看到有土你就觉得说它好像就是怎样，不一定。我还是装回去好了，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妈，等下讲价钱又被客人削，我怎么受得了？看引擎室哈。哦，油压点杆呢，真的呢啊。啊，引擎盖换过啊，啊换开孔的引擎盖啦，你知道有什么知道齁？第一个，你看它这个漆超亮，亮光漆啊，你灯插下去你就会发现很亮，很亮，有没有？正常引擎盖的内部的漆应该是这样，不亮，没有亮光漆，没有精油，啊，没有精油，没有精油，啊，这里面都是精油，嗯，我说的精油不是滴，你去他妈的油压，啊，哦，叫人家不是那个精油齁。金油哈、哦嗯，就是这个烤漆的最后一层，所以这个里面有精油，就是喷过漆啊。再来第二个哦，这个讲到不想再讲了，这螺丝都拆了，拍清楚好不好？抱歉，你没有对到焦哦，你后置会被人家这样打。我跟你讲，贴纸嘛不，哎，引擎盖换过，嗯，引擎盖换过，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个撞击嘛，因为它这个很明显，它换开孔引擎盖嘛，它原本是没开孔的，嗯，所以我刚看到进气孔的时候高潮了一秒钟就知道这个是假的，对不对？那再来就是它的旁边速败路板件的这个 mark 在，然后这里面也没有精油嘛，这边有精，这边有精油嘛，这边没有精油嘛，哦，螺丝也没拆嘛，哦，所以这个是 OK 的嘛。整个水箱架也都没有精油，我讲那么多精油会被观众朋友留言说你是要讲到什么时候？啊，这边也一样哈、哦，速八路在，螺丝没转，没有精油，引擎盖是因为改装所以才拆才换的、嗯，不是因为碰撞撞到撞坏掉才换引擎盖，不是。那有一些还有一种机会是什么？撞到了引擎盖坏了嘛，要换了嘛，顺、嗯、便换、嗯、有开孔，我们怕这样啊。所以我刚刚断定这个部分没有撞，所以它这个就是为了假高潮用的。假高潮哦。对，假高潮用的。这个软皮装硬皮，好、哦，四桶半五桶，好、嗯，就大家那个意思，拿布片。Okay, 我今天考你第二次，我就考你第二次。观众朋友都比你厉害、嗯。然后那时候很神奇哦，它1500cc 水平对握，屌了吧？我们已经买过最大颗的引擎了，嗯，3600cc R Outback 有没有？嗯，3600cc 水平对握。现在我们来一个最小颗的1500cc 水平对握。可是你看这引擎重心有多低？我们之前看那种四缸的，打开引擎是不是在这？你看这引擎在哪？在这，有多低？至少差了10公分以上。你看这个断差，我们之前四缸引擎是不是大概都在这个位置？对啊。然后你看这，它现在引擎在这边，你看断差多大？至少10公分以上嘛。所以人家才说为什么这个速八路的这个引擎重心可以很低，就是这样。它重心很低是它的优势，车身全部整个都可以降低，重心降低过弯就稳，嗯，行驶起来就稳。看小市长姿势啊，好啊，没有撞啊，哦，啊，看其他地方有没有。In 南无关事 ，In place 啊，老梗，老梗，米字必须连舌，嗯啊，很干净的哦，对啊，哦，哎呦，下面更干净。你看我上次还讲，你这个。以后你们坐车对不对？警示牌就给人家一个位置放，嗯、才不会人家练来练去，练来练去，也不会塞车听到后边物件，人家练来练去、嗯嗯嗯、就阿杂诶。哦，这个是里面有一只螺丝起子跟一个换轮胎的拆轮胎的工具，你在摸骨？对，帮你们摸出来了。哦，备胎千斤顶，哎、嗯，它、啊、的备胎怎么是放血的、啊？它备胎不是平的，你有没有发现？嗯、有诶、欸，它备胎是放血。千斤顶没用过，看起来是没用过，新新的。嗯，哦，看小师长知识，很多人哦，备胎不知道要充气，等到你要用备胎的时候，才发现你备胎没气。对，所以你看这一颗软的，有没有？没有气。磨风啊，好不好？哦，所以备胎要定时，你们去洗车厂，对不对？它不是有那个 compressor 可以投钱，要记得检查洗车，要检查一下你们的备胎够烘的，不要等到出事。莫待无花空折枝，哈、啊，行不行？嗯，好、哦，你现在讲话都要很有 sense， 这样。很有 sense 哦。哈、啊，那有莫待无妹打手枪。哦，对对对。哎、欸，为什么这边锁着？啊，刚刚那边是开着的。对啊。干门不会被用锁起来了吧？哦，吓死我了！我喜欢蒙特卡啊！哦。
哎、欸，为什么打不开？看技巧，中控手派。拜托啊！没吧？不是防抢那个吗？防抢，妈的，防抢抢到连自己都打不开，叫防抢，什么道理？哎、欸、呀，打不开。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哎、欸，有了，有了，有了，开了，开了，开了，吓死我！中控手坏掉，扣球，扣球、啊，不是我用的，而且不是我用的。这个车很奇怪，看起来你觉得它是脏，可是其实又蛮干净。你看它椅子其实蛮漂亮的，前座也一样哦。你看前座，前座也一样哦。哦，它旁边有点像麂皮这样，嗯，中间这里这块也是，头这块也是，哈、哦，这边像麂皮一样，它、啊、这里是绒布的、嗯。我觉得这椅子坐起来还蛮软蛮舒服。我跟你讲哦、嗯，当初这一台车啦，它为什么敢卖七十几万？为什么？它1500cc 跟亚瑞斯一样卖到七十几万，有几个点我觉得蛮可以买的。第一个就是啊，很多人不知道啊，它其实这一台车有六个安全气囊，它有车侧气帘。来，我帮你掰，我帮你掰，看有没有？这边有个车侧气帘，好、哦，对焦。这边椅子也有，好加五，对吧？嗯，好、哦，啊加正面两颗，这样是六颗，然后再来一个是它有四轮传动，我没记错的话，它还有四轮传动。我趴下来看有没有懒趴就知道了。你知道懒趴是什么？看小市长姿势，你知道懒趴是什么？大概知道，但我不是确定它。后面的中间有一个懒蛋差速器，叫懒趴，好不好？我看它是不是四传。啊，哦，有有，你们看懒趴那边这个，对啊，有没有？啊，旁边差两个传动轴、啊，四轮传动的。那懒趴冰大，对不对？啊，刚看没有漏油，干干的。嗯，好，顺便检查一下。啊，很多以前很多那个 CRV， 尤其一代 CRV，、嗯、一代 CRV 是 AWD 都四轮传动的嘛。那很多差速器漏油啊，坏掉传动轴有声音，那就直接淹掉，就变前轮驱动而已。嗯、把中间那一根拿掉，左右拿掉，差速器废掉不用。我们那一台豪爆地就是这样啊，本来四传变两传啊、嗯，因为后面都拔掉淹掉了。好啦，看完了啊。看完了。没有撞，就前面引擎盖有换，内装还不错，然后会自动关门。嗯，我不敢关这个门，我先去把那个门打开，我怕它锁起来，因为它右脚锁有点怪怪的。我先把它窗户摇下来，不然等一下要锁起来。这个车哈、哦，大家想知道行情对不对？2008年、12年的车啦，我也没买过，第一次买啦。好、哦，我用猜的，我们来用猜猜看。你现在要买2008年，我假设 Fit 2008年现在在收，应该在16-17万，白色。好少，18万都有人买。那我们假设17万哈，这车一定比 Fit 便宜嘛？会吗？合理吧？这一定要比 Fit 便宜啊！你，哦，你是要坐车不啦？我不是坐车呀、啊，你哪会讲？你想想看，叫你花一样的钱、嗯、买一台这种车，跟买一台 Fit 回来，当 Fit 好卖啊，因为 Fit 路上多啊，加九妹对不对、嗯？搞不好就会想买啊，好、哦，或加九妹的男朋友，搞不好就会想买啊，嗯、对不对？所以 Fit 一定是好最好卖的嘛，嗯、高标了吧，17万高标。那2008年呢，我们来比一个 Core Plus 好了 ，Core Plus 现在估我们上次估一台好像不到10万了吧？那这台车一定是比 Core Plus 好，叫你开这个跟开 Core Plus， 你要开哪一台？我是要开这个嘛，这个，又有6万，对不对？好，那比 Core Plus 又高一点。我们目前知道的范围在10万到17万之间。嗯，好，我们再找一台车来跟他作对厮杀一下。亚瑞斯很热门啊，08的亚瑞斯现在在买13万。那13到17，看，哎、欸，你怎么认定这个比亚瑞斯好？那你会想开亚瑞斯还开这个啊？你想想这个。好，13到17就这样好不好？好好好，取个中间点，15给他出下去、嗯，行情由我们定义嘛。万一我去跟他说15，他直接说好，那我们就中招了嘛，对不对？出太高，因为我没有问别人啊，嗯、我跟你讲，我也不知道问谁啊，应该这路上没几台，也没几个买过，我也是笑笑，第一次没买过就买看看。150万我们没有办法随随便便拿出来，但是15万呢？你可以随随便便拿出来吗？凑一凑还是有的，对不对？跟泰山借一下，阿呆借一下，呆哥借一下，呆哥对。当你去那个微风的时候啊，你可能付钱会付的胆战心惊，但你到 Seven 的时候，你花钱就很怕去了。马子说：“哎，我要买恐惧的香酥脆，买啊！啊，老公，我想吃宵夜，先买两包。老公，我今天不知道吃巧克力面包还是草莓面包，都买。”整柜都拿走了，这样没有那么夸张、啊哦、那浪费了，那浪费。两个都买，巧克力、草莓，不知道选哪个，都买。哦，那你人出门嘛，你就杀鬼爷嘛、哦。所以以后要马七大就带马子去逛 Seven 就好。这个就是那个嘛，价位的问题嘛。那太高价，我们叫我们去百货公司，我们就，不好意思哦，这个包包多少钱？好，小姐说，哦，现在那个包10万哦。哦，干你娘，这么贵哦，拿另外一个。嗯。哦，小姐，啊，那这个多少钱？小姐说。这个要干你娘两次哦15万我们就出了，妈拉迪赛来那么久，我要去跟客人讲好不好，这个胜券在握，这个车我跟大家出去没有人跟他收了，1500的软皮沙谁要收，你要收 吗？哦，好，处理了，等一下，哇，
站一下体位好不好？连体位都不会站，你是哦？等你啊，我才要绕啊！你这个四十几岁，我不要变换体位一下。你知道那个吗？哪个？男生。好，已估了2008年的软皮沙 Subarist， 后面都要贴贴纸。我买回来我就后面可以贴 Subarist， 因为我发现很多苏巴鲁都贴那个全家大小的那个漫画图案，大人牵小孩啊，我没有，我只有一男一女牵一只狗。阿泰山呢？两男，没了。啊，进退两难，还是左右为难？哎、欸，左右为难都可以啊，喃喃自语。喃喃自语不错哦。哎、欸，喃喃自语啊，哈、哦。好了、啊，多少钱呢、啊？泰山。空格熊竹天菜，搜寻。好啊，最后我们跟客人的这个成交价格是16万，就是以16万下去处理，不是说没差这一万呐、啊，是真的，我觉得蛮新鲜的。好，买回来稍微整理一下，那我们来日后好来看看这个有没有机会来分享一下这个软皮沙开起来到底有多软。不要看我软趴趴，你用看看呐、啊，对不对？嗯。好不好？我们软中带硬，对不对？见招拆招，别让嫦娥笑我们软。哈哈哈哈哈！不是啊，好了，反正啊、喔，不要看人家软，搞不好回来试一试很好开。啊，当初这个官方公布的油耗1公升可以跑12公里，可是我相信这个车开起来扎实度一定是很棒。东洋宾士呢？好、喔，不是指品质啊，是指修起来的价钱啊。到底东洋宾士这个美名是指的是它的品质，还是它的那个零件的价格？客人他原本的想法是要卖20万的。我说 Fit 现在就剩这样，不到，连 Fit 都不到20万，凭什么你到20万？对不对？嗯、没有，我当然我们讲话不会那么这么冲啦。嗯，啊、哦，我们是用委婉的跟客人讲，这个不好意思，现在连 Fit 啊、哦、出来估都没有20万，您怎么会觉得您的车还有20万呢？啊，不，没有，没有，不是，后面那个没有。对啊，我们就是委婉的讲一下，大家是很 peace 的，很舒服的，像聊天一样。真的，他必须要有一个差不多在这边。那他就说，那最后可不可以让我挣扎一下？哎，多个10000块。我说、哦、没问题，就16万。啊，现在4月，好、哦，我再扣了他4000的定金，所以我等于买15万6000块。没有啦，不能这样算呐，因为那个税金啊，不是定金啊，税金，税金本来就是他要付的啊，对不对？使用者部分。对啊，有些更那个嘞，16万讲好了，签合约，税金说，哎，你税金要缴完给我啊，你不缴完怎么过户？有这种。废话，马上要差10000多了。没有啊，他说监理站规定就是要缴完税才可以过户啊。啊，你如果他妈那个客人比较这个没有经验的，就被他骗了。你没有经验，总是最容易被他骗嘛，有没有？你以前有没有跟他说，哦，你都把他弄这样，如果不弄出来的话，哦，对身体不好。干，你有没有讲过这种话？有没有？你确定没有？你问阿呆，阿呆应该有。所以我们就说了，没有经验的哦，你很容易就被人家讲一讲，你就以为好像真的要缴税金这样，好不好？那今天的这个2008年的软皮沙，好，我们最后成交价格16万，再见，拜拜。啊，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没有，现在不讲了啦，现在不讲了，妈，没人在甩你啊，讲个屁呀、啊！不要说我们今天这样了，我们刚刚竟然讲到这个花钱怕羞的问题。好、哦，我在这边呢、啊，我们的观众群虽然只有3.7%女孩子，看小事长知识，我们就加惠这3.7%女孩子。好、哦，以后你跟男生出去吃饭，现在都妈有男生很小气啊，对不对？都要双 A 字，对不对 ？AA 字，对不对？哦 ，AA 字啊，感觉 AA 字跟双 A 字有什么不一样？来，你解释一下，没有，慢纠正我，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好，啊，你又不好意思开口，你就吃饱饭，女孩子吃饱了，好，你就说，哎、欸，今天谢谢这个，先跟你在一起吃，出来吃饭很开心，好，那我买双，买双，哎、欸，对，买双，对，
啊，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就只能买单了。哦，哦 ，OK，OK，OK， 好。那个医生跟那个病人讲说，哎、欸，不好意思，泰山，很遗憾哦，我们可能要把你的两只脚截肢了。不过先不要紧张。好、哦，医生叫你先不要紧张，有个好消息。隔壁床的病人想要买你的拖鞋。谢谢。